兔子和乌龟。兔子跑得飞快，很快就到了半山腰。乌龟跑了多远啦？它才刚出发，冠军肯定是我的啦。那我缓缓吧，慢慢来。一片胡萝卜地出现在眼前。哇，胡萝卜，看起来真是太美味了。吃饱了，开始呼呼大睡。吃饱了，有点困呢，我打个盹儿好了。